我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在我们送上这一束漂亮健康的鲜花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先请我们新郎新娘给爸爸妈妈一个深深一鞠躬，感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。上面此刻呢，爸爸妈妈心里出现很多的片段回忆哦。掌上明珠呢，在今天即将就是加入我们安抚，但是我相信，我们也恭喜今天我们的爸爸妈妈从此多了一个儿子哈。我请君荣呢跟妈妈拥抱一下。从此他们小两口依旧饮水跟思远哦，永远的孝顺你们。我们也送上一束像这个漂亮健康的鲜花，要送给爸爸妈妈。希望你们永远健健康康。好，我们也请新郎新娘的礼物，谢谢爸爸妈妈，也请新郎新娘的跟爸爸妈妈拥抱一下。在这边呢，我特别要请我们君荣跟妈妈拥抱一下。这一抱，我相信婆媳必定同心哦，未来会共同来协助瑞祥打造事业的高峰哦。来，我们也准备了一束最。好，非常温馨感人的画面，我们也请新郎新娘牵起您的手，我们往台上来走。跑不了庙啊！